对所有众生，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简单的说，三宝菩提心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呼吸。所以各位，你皈依三宝了，你的身体可以死啊，可以被侮辱，金钱财产可以不要，国家地位可以放下，但是我们依止三宝的心不能改变，宁可穷死，但是不要攀缘啊，千万不能去伤害到佛教啊。所以当然站在大乘，你生气了，你起傲慢了，你退转了，那就非常不庄严，也是在污损三宝啊。因为一个三宝弟子，他对整个众生都有责任，佛法僧、佛像、经典、出家人，而进入了皈依佛陀的觉悟，皈依佛法的圆满正而无邪，皈依僧伽的清净，做什么事情都要依止三宝，不要依止自己的想法，依护之尊。就像我们台湾人喜欢保不为无，我认为只要你虔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是个老板，你要开除这个员工，对还错，因为不希望伤害到对方，就算一定要开除他，要好好的对待他，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哪一天你安住在这个法鬼池上面，那没问题了，你安住在觉性，你的说法思想都对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多互相讨论，一直善知识啊，良师益友，不断不断的，到底我这个想法，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是皈依大乘圆满，为了成佛，希望我们这八天所祈请的一些三宝护法善神，圆圆满满的24小时的在这边加持着我们。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动机一直非常非常的发心正确。我想每个人身上有个人自己的护法，那这个护法就是护持你的善法。你喜欢慈悲啊，你喜欢利益众生，那他就护持个法，他不是护持你这个人。如果你退转了这个发心正确的动机，那这些护法神就离开你了，舍弃你了。那舍弃你以后，鬼就来了，冤亲债主，因为冤亲债主他就是要来找你麻烦啊。但是有一些是你欠他债的，基本上还是可以重业轻报，让你感受一下，因为护法神已经帮你了。所以我经常在那边听啊，哇，这个人本来要死，然后在他儿子在拜佛拜佛，经常回向，现在哎生了一场重病，还会恢复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正确的发心，除了消业有福报，护法神可以挡掉一些，要不然呢这个痛苦的更多，乃至直接下无间地狱了。一个人不管你再怎么精进修行，如果你修行的方法偏一边，我天天看经典，我打坐，会有伤害，因为业障没消除啊，你永远看不到真理是什么啊。就像我认识一个出家人，大概出家7年了，然后每半年就要换一个道场，然后每次都问我不知道回答到哪里。后来我只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停一年都不要再乱跑，干嘛？业障深重，你看不到真理的，你走到哪里你都觉得每3个月你就要跑啊，别人还看得到你看不到。就像地藏经这么多人在看，般若心经这么多人在看，金刚经这么多人在看，但是看得懂了没几个啊。如果看得懂，他就不会在那个样子了。看经的目的是要达到经的本体，它的主旨。所以那为什么业障啊？所以就会障蔽心缘啊，就内心的自信也好，你看不见。所以每个人过去都刚刚讲了邪见、归贪嗔痴，造了很多恶业，那一定要把这个业不断的忏悔，净除掉。净除掉以后，你就会很容易碰到好的善知识啊，好的道场啊，对你适合的法门呢、啊、等等。不然冤亲债主的目的，那就是要来
破坏你，明明这个好，他就要叫你去找不好的啊，类似这样了，就让你，比如说杀业在主，做个比喻好了。今天如果你去找这个医生，病会好，那这个找这个医生呢，会让你死。那杀业在主什么呀？他就是让你去找这个，这样他就要破坏你。什么叫情债在主？你就是破坏他感情，他不甘愿，你的幸福他要把你破坏掉。你嫁给这个男人会幸福，他一定要把你破坏掉。你嫁给这个男人呢，他会很不幸福，他就是喜欢这样，因为这就是你有感情债主，金钱债主呢障碍你的钱，口业债主呢讲话不清楚，讲话人家听不懂，坏话倒很会讲，坏坏话讲话都不会看什么口疾。你叫你讲两句好话讲不出来啊，所以因为你过去骂人家，所以这辈子你明明要讲好话，人家都觉得你在骂他。就像唱歌好了，谁不想把歌唱得好听一点？哎，有几个唱得好听的，我们来唱唱看好吗？啊，因为我们每天晚上要唱一个这个扣钟记，哎，我看各位你们唱，我们在旁边听看哪一个好听，不好听请后面一点，不要那么大声。有意思，不容易啊，师父我唱得好听啊，这个时候就卡到面子问题，你干嘛说我不好听，对不对？这个面子问题就是因为你有我执，这样，而且你有业障，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好不好听，你口业在主，他就会障碍你讲话，甚至让你被骂，所以各种各种的，各种各种的，因为贪嗔痴所先生起来的这个债主，那债主呢，这个牵连到业，啊，因为贪嗔痴造了这个业，业本来五分，债主就给你攻到变成十分的痛。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你看拳击就知道，他已经打一个洞了，流血，对方就一直攻到这边，整个都裂掉，他赢了嘛，啊，他知道你弱点在哪里。所以你的弱点是腰，冤亲债主每天都要往你那边打，而且跟你讲说昨天跟今天不一样，三天前好，为什么又痛？同一个冤亲债主没超度，没有，已经超度了，后面又来，后面又来，啊，所以可能你的冤亲债主有十二位，啊，那你要十二次大痛，甚至要让你十二次开刀，这次开刀好了，好像好了，好，下回他又来，又另外一个来，又另外一个来。你有情债债主六个，包括你这一次娶，这辈子要跟被六个人甩掉，搞六次外遇，啊，因为他一定要讨你的债啊，等等等等，所以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修行。所以我们刚开始出家，每天就是忏悔，忏悔的要命。啊，忏悔没关系啊，啊，这些师父就交代师兄弟啊，多骂他。因为师父了解他什么问题，他什么这样，然后我把你盯得死死的，盯得惨惨的，啊，这个海涛他就晚睡晚起这样，然后就给你交代我师兄弟，不让你睡，中午不能睡这样，等等等等，但是你这样就，你有时候人待不住就走了，所以我老实说，我现在对各位很客气，真的你要出家的时候怎么办呢？拿刀子出来吧。啊，所以因为现在是勾引各位了，然后真是要出家，那就要训练各位，因为你要出家这个样，木头丢在路边没问题，但是你要把它刻好，放在台上要刻得很庄严哦。有空你们可以到里面看那几尊佛像哦，都是大师雕刻的，啊，你没有刻得很庄严，不能摆在上面的。那你既然要出家，理个大光头要出家。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天模范，不犯威仪，而且显现慈悲，对你来讲，出家意义就不大啊。出家不是让你有钱，出家不是要你身材好、长得漂亮，出家你所展现出来的心态、悲心、行为，这是人家要看这个的吧？所以那个时候严一点，应不应该啊？应该，应该。啊，就像我师父拿着棍子给我师公讲，没有用了，要揍了才有用。男人用男人的方法，啊，因为男人就是铁嘛，铁的要命，要打。我去中国大陆吓坏了，一个刚出家的犯错一件事情，师父叫六个人嘛，带到后花园捶，
我在那边看，天，这是什么世界啊？他说我们这边就这一套，这样而已。啊，用锤的，然后打一打，看你要不要走。那你要留下来呢？还有一个更厉害，就钟南山不但带去锤，不准下去。时间没有到，还没锤够啊，那叫加持。这环境不一样，我们这边叫爱的教育，不被你锤就不错了。你们走还可以骂我们啊，所以，但是这样有这样的缺点，有这样有这样的好处嘛。那但是看个人因缘咯，但是各位锤自己吧，好不好？你要每天锤自己，回光返照，请别人告诉你的缺点。你们现在大家一十几个人睡在那边，大家睡在那边，就你要跟大学大家这几天麻烦你们把我的缺点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观察。你看我吃饭的姿势对不对啊？你看我走路的姿势对不对？讲话久了，你看我心态对不对？讲话内容对不对？那你就没有白来了啊！所以在这一点，那忏悔不是光一念，谁不会念？念得哭哭啼啼的，结果也没忏悔到啊！所以，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啊！我想各位就像现在南众他们，哇，落法了，给他们鼓掌啊！你这两天去外面走走看。路边还有人会停车，师父阿弥陀佛，搞不好还拿一包红包给你啊！师父你没车坐吗？你去四叔餐厅看看，你吃饱饭有人给你付钱了啊！餐厅老板师父你拿下来我们供养啊！觉得说怎么变皇帝了，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出家变皇帝了，然后就指东指西，变一指禅，自己不做了，我以前扫厕所，现在人家帮我扫了，一下就惨了，我也会升起傲慢的啊。所以，但是这是因为众生尊敬三宝嘛。但是你要知道，那人家为什么要供养你？因为你是众生的依靠啊，你可以带我们解脱啊，供养你可以得到大福田啊。啊，那如果当然我们没有福报给他，那你下辈他供养你几次，你准备去那边洗碗吧。下辈子你可能。又去做他儿子，好好的去孝顺他了啊！因为你接受他供养，所以越接受供养，那就越认真。所以我们还要念消供咒，有时候嗡普隆说哈啊，就希望我们这些福报啊，不然这下欠债可多了。所以了解自己的缺点，那当然念我还是要带着各位念吧，杀业的债主。偷盗业的债主，邪淫情债债主，啊，口无业债主，喝酒吃肉的债主，那这些债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种种的烦恼、傲慢、怀疑、嫉妒，我们叫大睡眠、中睡眠、小睡眠，各种各种。那所有的这些烦恼就来自于我们的我执、无明，没有空性，这些一定要对治它，是学佛的基本出离心。所以找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各位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认为自从我出家以后，就是做一个别人的模范。那我师父跟我说，穿衣服，像我出家在台北恒春，后来回台北，台北又很恒春，恒春是热人要命，所有出家人都是脱掉袜子啊，穿个拖鞋啊，穿个中褂，实在是热人要命啊。但是我师父说，你只要站出来给别人看到，你一定要穿着长衫哦，啊！而且师父送给我那一套长衫还冬天的哦，哦，没有你热死啊，啊！所以，那当然我就严格按照这样，因为我从来都是这样。所以，那我师公更严哦，你只要过去要跟他讲话，就像各位这样，要搭衣慢仪，要搭好，你不搭好，没资格。跟他讲话，他不是说找麻烦，因为他要留下这个佛教的一个传承吧，啊，不然的话，佛教就一代比一代差。那这些严格是你心里高兴的，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你觉得这个越严越好，越严越好，啊，所以各位也不要怕魔，魔会跟着你，是因为你不想修，
如果你真的一直在认真，魔永远看着你，但是他碰不到你。但是他要24小时分分秒秒像找到你一个缺点来攻你。那如果有魔一直靠着你而伤害不了你，你是个大修行者。所以最后呢，魔要么就转为你的护法，不然就离开你。那当然在这一点还是希望早上说了，各位利用这七八天改变了自己，消了一些业障啊，然后至少你可以很快消这个业障，跟时间没关系，这跟你决心有关系。什么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呢？来，发菩提心。所以佛陀说这个发菩提心就像大太阳一样，几万个太阳，这个再多的冰块都可以化掉。那你要时时保持。那什么叫发菩提心？那你要研究经典。所以然后按照这样的心态来回光返照。那当然忏悔就是把累劫的恶业现在的烦恼要真心的。所以各位最好自己有时间多拜佛啊，这个休息时间多拜佛，还是你要拜佛塔拜佛，还是一直的忏悔。忏悔也不能光为自己啦，然后慢慢的变成带众生求忏悔。你自己不吃肉，但是这个世界多少人在吃肉？你自己不生气，这个世界多少众生因为嗔恨而受苦？那我们就不断的替他忏悔。讲到爸爸妈妈，各位就容易，因为我们不忍父母为我们苦，乃至他老了、失智了、生病了，你心里很痛，因为我们感恩父母。当然，一个不孝顺的人没这个感觉了，正常人是有这个感觉。那个时候你会自然跪在地上替父母求忏悔，因为希望他不要有一点点痛苦。那菩萨呢？啊，替众生求忏悔。众生越坏，你就越忏悔，不是怪他，他非己我非，是我来忏悔。所以，当然你要先忏除自己的，乃至你忏除自己的兼众生，我的杀业，所以我也顺便承担众生的杀业。来替他们认真的忏悔，又广修消除杀业的功德等等。好，所以各位，是故应于三宝前，只要我们还没成佛，我们永远在忏悔。就算成佛了，就看到这么多众生还在生苦痛苦，更要虔诚忏悔，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一个圆满的菩提心可以承担。你只要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净土，十方净土来去都是自如的。所以而且分身百千亿，你哪一天要来视线为肉体的一个化身，也可以化无量化，化无量的身体。所以为了要成佛啊，当然要精进，但这些业啊真的要认真啊。别人讲我们错的时候啊，赶快合掌回光返照，不要一错再错。比如说我现在坐在一边，我看到某人在睡觉，我说下回不要睡了，那你就要盯下来。我跟你讲，我们下回名牌要改，各位翻过来，大概今天晚上开始把你的号码写大了，100，像犯人一样，我才知道那个102在睡觉，因为这样写我们看不到你的名字。就一张牌子，后面是白的，写大一点，我们晚上会准备粗的颜色，103001，那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就嘿001，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嘛。因为当然呢，你愿意发好心，那这些越干净的地方越有人要去住吧。你的心动机正确又清净，那些累世的因缘佛菩萨他就在你心里面一直在引导你，创造成形象也来告诉你。但是首先各位，你要深大惭愧，求哀忏悔。虽然我们不是有什么大功德，但是我们的决心不改变，我们要深信因果，解脱生死，要学佛慈悲，愿成佛度众生，你定好。所以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师父，那你帮我看看我的师父在哪里？问题是早在你头顶，问题是你不理他。你做一个好学生就够了。
你作为一个佛陀的好儿子、好弟子，好儿子就是菩萨了，好弟子就是一般的。你阿罗汉都只是学生而已，不是佛陀的儿子啊。所以，那你愿意这样做，那十方诸佛都疼惜你，都照顾你，你会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啊。但是，先把自己的分别、烦恼、业净除掉，不要急啊。如果你业障重，身口意后面我们会传十善业，那你这个业如果太重，当然你会得到菩萨戒体，但不见得你能够有修菩萨的功德，也不见得你会有真实的圆满戒体。好，所以对不起，我讲的比较多，但是希望大家一起虔诚来忏悔，好不好？然后每天检讨，每天改变。现在要把忏悔化成实际的行动，要教各位观想一下施身法。南无祖师就化成莲花戒到西藏，又传了这个方法传给马吉拉尊。那我们要忏悔杀业债主，那你就要观想用你的身体被百千万不一样的冤亲债主，甚至站在菩萨道，然后替这些猪被杀，替这些人被杀，替他们被枪毙。比如说你要超度南京大屠杀，站在菩萨道，南京大屠杀这被杀掉了这30多万人，有士兵，有妇女，有各种小孩，而且做了很多残忍的强奸、活埋，各种各种。那你就要把你自己变成至少30-40万人，有军人，有女，然后他们的刺刀，他们甚至把你强奸了，然后呢再把你杀掉，各种最残酷的方法，你要这样观想啊，观想。那观想的过程里面，当然站在藏传会念一个呸，这个呸就是把自己给他，或切给他，切成百千万片。今天这么多猪被吃掉，我们替他们还杀猪的债。这么多牛，你看他们这样流血放血，那他们来报仇，那个人就会变成这样，被换成被他杀，换一个立场。所以那你就要观想被他们砍，被他们杀。那强奸了呢？那你就要观想你被他们强奸了，被他们侮辱啊。你的所有的金钱债主呢，你的所有钱呢，口业债主呢，现在你就跪在那边，然后10000个人在骂你，骂到很难听，骂到然后又给你丢石头。各位你要看，在国外这个女孩子犯错，几百个人可以丢她一个石头，而且石头还不能太大，还要丢到慢慢死这样啊。那你必须愿意去承担她这个苦，然后就让自己，那这个冤亲债主就很高兴。刚刚讲的忏悔是理论的忏悔，我们从思想上去忏悔。那现在是一种实际的，然后在这7-8天，你不要什么都，功德可以带走啊，冤亲债主带不走，你不要带走啊，不然的话对你不好。要有这个决心，冤亲债主跟多跟寡无所谓啊，是你有没有一个决心啊，决心，然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个事情而苦啊。那当然，那这样你才可以进一步去思维真正的佛法，不然你看不懂佛法啊。我执太重的业，法执太重的业，你看不到佛法的真理啊，会觉得好可惜。就像念大悲咒的人却不懂得慈悲，大有人在啊。所以我现在我们大家这样观修，杀业的债主，偷盗的债主，那你要把你的钱就一直给一直给，然后无量的钱就一直给他那个偷啊。所以邪淫的债主，口业的债主，喝酒吃肉的债主，甚至然后呢代替所有人类，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那你要观想变成多少的军人，多少的什么被杀，杀到你要怎么观想呢？观想到好像杀到他们不想杀了，大家就跳嘛呢，就 OK 了。然后他甘愿了，就冤亲债主甘愿了，甘愿了以后，然后我们要带他皈依，好不好啊？
所以我认为皈依已经皈依很多次了，我们这一次的菩萨戒呢，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带着众生，带着众生忏悔，带着众生皈依，带着众生发愿。那我想这样才有意义啊，而不是每次的多一次皈依，反正你也没什么感觉嘛。所以老实说，我在观想的时候，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觉得很痛，因为我真的很认真的啊，然后要去感受到对方被，比如说有人叫你在面前亲手杀掉你的儿子，然后给你选择，你看你要杀掉你儿子，还是要杀掉你爸爸，然后你一定要做，你不做，那么他当场在面前杀到很难看给你看，如果你做。你可能一刀就把你儿子断脖子，让他死得快，了解吗？但是你心里会痛得要命。但是各位冤亲债主就是要这样磨你，因为他不甘愿。如果你得到的是鬼王，他更要这样磨你。然后你后面是魔王，那你看着办好了啊。那你要敢哦，你所以你要有感觉。所以当然我教各位，那当然这两天我有请安妮，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会带我们修正式的十身法，然后他来念诵，那各位就好好坐在那边观修一个钟头啊。他的过程就是这样，就是把自己全部都切光了，先供养诸佛，然后配，然后再供养所有的六道众生，然后再嗡阿吽，会变成无量无边。等他们都高兴了、甘愿了，就像一个男人，你过去伤害过他三次，他这一次一定要来强奸你三次，跑不掉。跑不掉，所以你要让他这样做，但是那个痛啊，各位，先不说，我观想我最爱的太太被他强奸，我要有感受，我要感受到他，我很不舍，但是又没办法，了解吗？因为你要知道对方的苦，对方的苦，所以他不是光看卡通一遍，他本来就是观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你要。本来就是你真实有这个冤亲债主，你不知道，所以你要真实的还给他。当然，最后他要考的是你的心魔，你的心过得了过不了这一关呢？啊，光身体还不够，所以我会强调说，各位在观想真的要心甘情愿的享受那个苦，那个苦。就像老师说啦，现在你先生有外遇，你真的苦了，想要自杀，想要自杀，然后你要开始，你懂了这个。被欺负感情的自杀的苦，然后你要把这个苦还他，就是说，就是你去主动的去还他这个苦，你不主动还他这个苦，将来这个苦还是在你身上，你的这个男人会让你20年感情的苦，让你痛到极点，让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杀他也不对，自杀也不对，那这个观修很好，你把这个心就给他了，你享受这个苦，让他这边兴高采烈的享受这个苦。好，希望各位多这样修，我们可以降服我慢，我们可以变成谦虚忏愧，从来不说别人错，冤亲债主被我们感动，甚至变成护法神来帮助你，所以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一个老人受苦，电视上看到一个人被欺负，你都去代他，代替他，代替他，多修。因为这是佛陀快速成佛的方法，但是你要学习把你的最爱布施给他。哪一天一个魔王，你要到处都有啊，那他要你女儿，那你现在就要观修了。我把我女儿化妆好，送给他们，一直送一次，送两次，送，希望他们不要去伤害别人。宁可呢，我的女儿给你，我的最爱给你，我最爱的身体、金钱都给你，啊。也没什么好爱惜的，所以就给他，就一直给他。所以你养成这个习惯，你就会有，这是一个莲花界大师达摩祖师的断除我执最快的方法。那这样以后，冤亲债主非常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放下。所以超度是在心里面完成，不是在外在的仪轨啊，而是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所以，用你的心就感动了他的心。那这个是大乘的观修，大乘的观修没有为自己的，完全没有为自己的，从头到尾养成这种
习惯式的下地狱被你下地狱要让五个人起来，那你要替那五个人在地狱受他们同样的苦，那地狱有百千万，那没办法算了，而且他们时间那么久，所以你要很努力的经常这样观修，然后让自己不断的痛苦，不断的痛苦，也不能去想说我超度多少众生，因为还是会起傲慢，因为我们只想地狱空了，空了又来，再空，空了又来，再空，啊，只有众生离苦，所以没有自己做了多少，做了多少功德啊，所以不断的在六道里面，然后人老人道，最大的人道的各种问题你都要去承担，墨西哥人的问题，伊拉克的问题，是吧？阿富汗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你都不要去怪罪对方啊，就要经常这样，因为这是一种发菩提心，承担众生痛苦。那哪一天真的来割来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自然，这个是身体很痛，但我心里很平静。这个现在假设你现在被杀身体很痛，而可以达到心里的很平静，是因为你观修习惯了，你的心里已经观修被砍被杀，而且感受到那个痛，一定要这样想啊！现在有人在扒你的皮，在挖你的眼睛，一直挖，你要觉得啊啊啊啊，动不掉，然后你要一直想哦，那种痛你要去观修啊。所以有时候我还故意去，你要各位去看书去找这个感觉。以前我不敢看那些动物在被杀，我都跳过去。然后现在我就要去看，很痛苦，然后把这个痛苦变成你自己的。那我跟你讲，那只牛不会痛，因为你已经转过来啊。你要感，你只要感受到它的痛苦，它的痛就不见了。但是这痛不是用肉体啊，是用你的心啊。就像各位在观想酸梅的酸，你很容易就观想出来啊。然后呢，这个痛苦的痛，你要观想出来，那种你的最爱的人离开你，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去认真的去观修，那你才会无畏啊。一个想要做菩萨的人，如果魔鬼知道你哪一点是脆弱点，事情就发生了。他知道你儿子是你的脆弱点。你又想发菩提心什么度众生，他一定找办法把你杀死，把他杀死，他要让你退转啊！所以在这一些各种状况，我希望各位对世间所有痛苦的状况都不要对立啊！不管任何人发动战争，这在古时候到现在都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光置身事外，我帮你超度回向给你，元朝的时间所杀掉了至少2亿的人，包括欧洲人啊，那你要去承担这个业啊，你要替这个忽必烈啊、成吉思汗呢去承担这个业，那你要观修，一直观修，这2亿人怎么死，我就替他们被杀，然后就是这样练习。因为行菩萨道要有这种承担众生苦了，消除自己傲慢了，不然呢，我们在追求一个成佛之道，往往在追求那个成就，而忘了众生还这么苦。然后你就失去菩提心，为什么？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哪有什么你好快乐的？我从今以后身口意要真实的依止三宝，不能用自己的想法、观念、主观观念，我想、我认为，那这个很麻烦的啊。因为一个人天生他已经习惯我想、我认为、我要，那有时候很痛苦。不分在家出家，这不见得你出家就没有这个主观观念、自以为的想法，很难。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自己授权给对方啊，授权给对方。好，你说一我就一，我明明要二，我也是按照让自己真实去一。有时候你会受不了啊，像我师父就故意讲，你喜欢东他叫你西，你喜欢西就叫你东，不然你不知道修行是怎么，你不能跟他讲说这个戒不戒，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调伏你比较重要，心调柔了再来讲真理，不然的话它是一种执着了。我想念的很简单，倒背如流，做的很少啊。因为无量无边众生讲的很容易，广度众生、普度众生，但是他却懒得去管众生啊，懒得去接触众生，因为他有百般的理由说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所以
这一点不太容易啊。既然你要修菩提心哦，你什么修行都不重要，对方去陪他去帮他，那个是现成的，而不是你要干嘛的啊。所以因为对方喜欢什么就什么，你不可能跑去跟一个其他宗教叫他念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只能让他愿意升天，我帮你升天，然后再来对啊，祈祷他功德给他，然后去用一步一步来啊。所以但是一定要以利他为主，大家要真心的发这样子的菩提愿啊，是弘誓愿，做什么事情不离开是弘誓愿。因为你越想帮助众生越要缩小自己，你越想帮助众生断除烦恼，你自己要没烦恼。因为从烦恼到有没烦恼，你有贪心现在变没贪心了，然后你就可以教众生怎么样断贪心啊。所以就算你没贪心，你还是要学好断众生贪心的方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就近来讲，永远不要忘记是为了成佛啊。所以唯有成佛才是就近到了那个阶段佛地，那你才可以真实去帮助众生。但是众生无量无边啊，佛更辛苦而已。所以阿弥陀佛要百千万亿的示现啊，法身报身应化身等等等等，然后那是忙得不得了。但这一点各位都经常的这样去想去发愿，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阿弥陀佛一定来救护你，会不会往生净土？100%。所以万一你碰到世间的痛苦，是因为你没有真心皈依三宝，你又用你自己的个人的烦恼思想去处理事情，你想要干嘛想要干嘛，那你会有障碍 啊。那个时候冤亲债主就很容易去障碍。所以到底你这个观念，你讲这句话，你这个态度，你这个行为符不符合皈依三宝？所以那你要去很多经典去研究皈依三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所以佛陀说皈依三宝，真心皈依三宝的当下，等于做了200年对世间的大布施啊。甚至说皈依三宝得八种功德，皈依三宝得种种功德，经典都有说。世间再多的财富，再帅的先生，再美的太太啊，那个都是暂时的啊，不就近的。所以各位，你真心皈依三宝的人，太太离开你，先生离开你，你会伤心？会，一天而已啊，那只是一个习惯，几秒钟也可以吧，因为你不会有多几年，因为你知道那个本来就会走的，本来就会离开的，那只是一个习惯性感受，一下就会过去的。但是如果你对三宝的信心越不够，那你就会越痛苦越痛苦啊，你就会放不下。如果一个人哪怕出家了，但是他做事情的时候离开了三宝的教戒，那等于破了三皈依戒的时候，后面所有戒体统统消灭。你不要说啊，因为我受了这个比较高的戒，然后这个没有，你只要一离开三皈依戒，全部后面的都没有了啊。所以各位将来出家，如果有机会出家，不要为了金钱去出卖佛教，记住这一句啊。搞那个多少钱，牌位多少钱，点灯多少钱，那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那个法会多少钱，这个记住啊。这是我们的传承，正法长老跟我们说，跟我出家的人如果去搞金忏破坏佛教，自动舍戒，你就算出家也没用，没戒体了啊。这是我们发的三昧耶戒啊，对正法长老的誓言戒啊。所以自己要决定好啊。然后呢，那不管你要发什么戒，那就是三皈依戒，这是一个基本。那做什么事情要如理如法。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爱。慈悲没有敌人，慈悲不可能对立。Pensar por otras personas es el primer modo de amarlas y de estarles cerca de manera completa. La voz es su voz.因为我们在这非常时期，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启动，为世人来祈祷。佛光有爱，同舟共济菩提世间。论言无情，菩提善心，悉能普尽。借着圣母玛利亚她的转导，让上主的力量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谢谢所有的关心我们、陪伴我们度过这困难的时期的人们。我们看到许多英雄、许多菩萨，就是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耐心地照顾病患。仁慈的天父，求你拯救那些因着新冠病毒去世的人，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复。抗疫之路有我们同行，你是不会孤单的。我们也特别为世界国家来祈祷，尤其是执政者，求主赐给他们睿智、远见、毅力、信心，相信医疗人员、政府部门，世界上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只要以慈悲智慧来面对，互相帮忙，很容易的就度过这种难关。这世间呢，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它永恒在变化，不好的状况有一天也会变好的。上主，请将病毒从地上扫除净尽，用你的善心、善念、善行来转变眼前这个灾难。我们要发现我们的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早日平息。啊，以热情、以爱、以团结、以合作，我有责任，你有责任，我们要把勇气、热情注入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不管是咱捌还是不捌，咱都安尼去虔诚、虔诚、观世音菩萨。众生视为我等祈愿所求，不要害怕，耶稣爱你。
没有任何事情能胜过耶稣对你的爱。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加油，加油。经历边缘，熟悉与颠倒黑白的世界，如是自信依旧清醒如水。天主教的善国喜基金会还有佛光山来共同举办活出爱有您真好这个系列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应该说在过去我们跟善国喜枢机主教因为星云大师他们两人的友好的一小步也促成了这个宗教融合的一大步，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跟天主教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友谊。那么过去曾经在佛光山也举办过大家的路跑，也从佛光山跑到真福山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那么今年原本要举办祈福之路，但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后来不得不作罢。但是呢，宗教界总希望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安定的力量，所以这段期间呢，由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跟佛光山呢又共同的携手来举办这一场的活出爱有您真好。顾名思义，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多一点温暖，多一点鼓励，活出爱。透过各位许多的这些无论是神职人员、神父，甚至呢法师们他们的助导，总希望带给社会是一个祥和的力量。当然在这几天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的社会贤达，这些知名的人士，他们也站出来纷纷的替台湾普遍的大众来打气来加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都纷纷的跳出来要向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医护人员说声谢谢。台湾的社会因为有你们真好，也因此我想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都希望透过短短的时间，既能够聆听到每一位这个对我们的祝福以外呢，我们更能够也感受到这个台湾是有爱的。我们透过这么多的人们为我们来祝祷，相信台湾的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也希望大家迎来的是一个喜悦的，是一个欢喜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社会。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期间，尽管在家里，就当成是一个沉淀的机会，也是一个闭关，让我们自我内省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我们都希望台湾更好，大家一起加油。活出爱有您真好。在台湾目前新冠疫情严峻的时期，连续10天的跨宗教线上祈福活动，
今天圆满告一段落。特别感谢许多佛教、天主教的宗教领袖、神父和法师们的带领祈祷，众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共同参与，不同宗教所呈现的祈福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是大家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却是一样的，就是慈悲与爱。天主教常说天主爱每一个人，天主是爱，哪里有爱就看到天主的临在。面对疫情的困境和伤害，慈悲与爱就是最好的解药。人无法升天，我们要跟天和好，跟大自然和好，也要跟人和好。我们要依靠我们信奉的信仰，我们要谦卑反省谦善，我们要努力寻求走更好更有意义的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奉的信仰一定能够带我们走出困境，迎接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活出爱，活出爱，生爱真好，真好，活出健康新生活，同岛一命联合抗疫，真好，台湾加油。警戒来到第二级，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宣布双北防疫警戒从提升到三级警戒，各级学校统统停课，各地的宗教寺庙是暂时不开放入内参拜，积极的跟宗教团体请他们先暂停大型的宗教活动，了在下个礼拜一开始要开始进行分栋分层的上班模式，大幅使用的是视讯会议的方式，好，停止办理公开的活动，包含有可能是竹科场，有可能是南科场，现在尽量避免大家一起跑来跑去，要搭高铁，有些接触。会想家吗？会啊。妈妈怎么办？好，要乖哦，要听妈妈的话。老爸回家再带你们去看球。等我回家，抗疫加油！很爱你们哦。什么才是快乐？
公园到台湾，塞子乐，台湾加油，台湾妈妈，台湾加油，支持台湾医疗，一起为台湾加油，准备啊，打开做未来，用爱心和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我是晚上的候鸟，有名山好，万华加油，国足爱，医护人员加油，心中陪你一起飞，一起活出爱，有你真好。活出爱，有你真好。疫情一定会过去的嘛，好，我们大家同舟共济啊，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挑战。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然后放慢你的生活的脚步，回到自己的内心，成为你自己。彼此呢要分享，彼此呢要有信心，能够互相得到支持，把善良传递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到希望，最后大家一起达到那个终点，相信明天会更好，平安健康吉祥圆满，知足感恩惜福，请大家加油，一起加油，台湾加油，抗疫加油，活出爱，有你真好，活出爱，有您真好，活出爱，有您真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要做好防疫工作，爱人嘛得爱五行，也就是说我们人要不分你我他，也不论何时何地，更重要的是要有神有天主的保佑跟祝福。善国喜基金会祝福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心灵平安，天主保佑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吉祥，活出爱，有你真好。花宗教的线上祈福，不管是宗教或是社会人士，都把最真心的祝福来祈愿大家能够在疫情里面呢，活出最好的自己。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心，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活出爱，有您真好。活出爱。